实践记，柳宗元。石渠之势既穷，上游桥西北，下土山之阴，名又桥焉。其水之大，被石渠三之一，据石为底，搭于两崖。若床若堂，若陈宴席，若陷捆澳，水平步其上，流若织纹，响若操琴。皆险而往，则逐涧，少陈叶，排腐木，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。交落之流，促击之音，皆在床下。翠羽之木，龙鳞之石，均应其上。古之人岂有乐乎此也？后之来者，又能追鱼之见履也。得意之日，与石渠同。由何而来者？先石渠，后石涧。由百家濑上而来者，先石涧，后石渠。涧之可穷者，皆出石城村东南，其涧可乐者数焉。其上深山幽灵，鱼窍险，道狭不可穷也。